环球抢先看，不先不给看，嘉音跟你一起度过最 happy 的 Happy Friday 啦！那一想到周五就非常的开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接下来我们有两天的 weekends 哦，有没有想到周末要去哪里玩？如果没有计划的呢，不如就看我们的环球东方卫视吧。我们这周末的环球东方卫视的周末特别剧场跟大家呈现呢，是一部非常非常棒的电影，那就是《咆哮无声》。而且我们这位《咆哮无声》的男主角李宗翰呢，也凭借他电影里面的出色表现，获得了我们那个中美电影节的最佳新晋男演员奖。所以赶紧来看一下《咆哮无声》的精彩 promo 吧。My father is already 90 years old, but he still has nightmares about the child. The child he killed at that time. 你还让他见日本人，这不是杀人吗？他是诚心诚意专门来中国道歉的。哪来多人跳黄河都死了，为什么你还活着呢？你不是叛徒，我也是个逃兵。那你也跳了吗？跳了。那爹也是英雄。满城咆哮无声呢，本周末的 Cosmo Times 西文又让带大家去哪些很有意思的地方吃吃喝喝。 Panda Show brings Chinese treasures to American audiences through stunning production and beautiful stories. 本周的环球抢先看喽，嘉音就不跟大家说再见了，立刻跑去 enjoy 我的 weekend， 有没有？好啦，请大家在下周同一时间跟我们一起关注环球抢先看，关注环球东方卫视，大家 happy weekend。